各位业内的同仁，大家好，大家都辛苦了，谢谢。今天因为桃园市的11家医院开联防的会议，我特别赶来，等一下要跟大家来加油打气跟报告。那视讯上大家可以看得到，因为大家都在第一现场，特别辛苦，不能离开，特别给大家加油打气，希望徐院长及所有的医务同仁继续加油，也感谢，也拜托，同时也照顾好自己的健康，谢谢。我是这个中央指挥中心派驻在前进指挥所的王必胜医师哈。那我们把这个部分的病患哦，那我们为了降低他们被感染风险，那把它移出，我们也谢谢很多这个友院。那帮我们支援，那我们再把其他的病患，好，那我们做一个这个分舱分流的这个管理，那也让我们的人员该居家隔离的去居家隔离，自主管理的自主管理，好，团结的国人同胞才能战胜险恶的病毒，这一点到今天我们同心合力做到，我们也看到许多的国人同胞。提供便当、水果、饮料、点心到埔里桃园医院。今天我特别专程到桃园来，要向国人同胞报告，要向桃园乡亲父老报告。这一刻，我们都是桃园人，我们都一起以桃园为荣。我们全国的同胞齐心合力，撑住桃园，守住台湾。